早上好，我是老胡。今天呢又是周六，天气不太好，刚散了一圈步回来，但是这个季节就应该是这样的。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记得已经香槟已经下了雪了，今年到现在还没下雪，温度不够低还，今年温度比往常会高一点，但是这两天冷了，比前两天比上周的温度明显的低多了。今天呢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我就想聊一聊这个香槟的滤阶。其实看过我以前的片子的人啊，就是经常看我听到我提到滤阶是个什么阶，就是 Green Street。这条街呢在香槟校园区里面 campus 里面是最重要的一条商业街，应该是说从它是一条东西走向的，从最西边的一街到最东边的 Reds 街，就是一街二街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 Reds 街就结束了，从 Reds 再往东呢就是进入 Urbana， 所以到 Red 街到一街呢就是都是香槟地区。这条街的绿街的这个区域这个阶段呢是 campus， 是校园里边最重要的商业街之一，不能说之一，就是最重要的，没有其他的街道可以跟这条街比。这条街有咖啡厅，有酒吧，有甜品屋，有各种的餐饮，有 Papa John's， 有 Taco Bell， 有 Chipotle， 有这个Noodles Company， 有 McDonald， 有 Subway， 当然还有很多的就是本地的这种西式的快餐厅啊，就美式快餐。那中式餐厅在这街道的两侧也分布了很多，当然在这街道两侧呢也分布了很多的这种比较高档的学生公寓，有就业，不能叫学生公寓，这纯粹商业型的，不是学校提供的一种学生公寓，就是高一年级以上，一年级不能住，二年级以上的才能在这住，都是自个儿花钱在这租的，有原来旧的大概有六七层高，七八层高的，现在新建的有几十层高的，二三十层高的。所以这个街的两侧呢真是云集了各种的商业设施，最近又新添了一个 Target， 一个综合的超市，加上那个 Jimmy John's， 也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本地的一个连锁快餐厅。这条街上呢因为这么多的餐饮在这儿云集呢，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干这个送餐活的人，司机，这就是我每天工作的最重要的区域之一。所以你看我以前的视频经常是提到绿街，或者说又回到了绿街，回到 Green Street， 就在这儿等生意。因为老在这儿转呢，就是很多的餐饮店里的熟人呢，不管是店长啊服务人员呢，就慢慢熟了嘛，天天都来，有的店一天还不止来一次。这个那天去 Port Bailey， 就是这周啊去 Port Bailey 取餐的时候，在柜台那儿一个挺高大的一个小伙子跟服务人员在说话，我去取餐嘛，因为取餐他们已经做好了，放在旁边一个 shelf 里，一个柜子，一个隔架的都在那儿。我拿完餐正要走，听着他们说话的内容我感兴趣，因为那个小伙子说他来自澳大利亚，我以前在澳大利亚待过了，所以澳大利亚的口音我也熟悉，马上我就跟他攀谈起来了。他也要出门，所以我就等了他一下，他就是他的拿好了嘛，他也 take away 了 carry out 所谓，我就跟等了他一下，然后聊完以后出门，等他以后拿完以后一块儿出门。小伙子来自墨尔本，
来这边呢，之所以选择来这边呢，就是他喜欢橄榄球。美式的 football 跟澳洲叫 rugby league 不一样的，那个是澳洲是英式橄榄球了，是完全不一样。他喜欢美式的，但是他在澳洲他打不上位置，他在澳洲是踢足球的，就是所谓的 soccer。他来这边的队伍里，大家就可以想象他的位置了，他是踢那个 punter 或者 kicker， 他就踢这个位置。这个足球方面，就真正的足球，不是美式足球，真正足球方面的美国的年轻人很少了，所以他这样的呢就有机会来这边上场。包括 UFI 又不是什么强队，在大学联盟里面，在这个 Big Ten 里面都属于比较靠后的队伍，所以他来这儿总能上场，就上场的机会很多，同时学校还给了他一部分奖学金，所以他就选择来这儿读书了。挺好，跟他聊这么一句，我说因为我在澳洲，我几乎的澳洲的大城市我都去过，不光是墨尔本了，悉尼啊，西澳大利亚的 Perth， 北领地没去过，那个 Darwin 没去过，Queensland 我也去过，那 Brisbane， 所以跟他一聊还挺有亲切感。再往这边走呢，就是这个 Taco Bell 里边那个女服务员真的是很热情很帮忙，每次去她都真的是挺照顾的，甭管是取餐她都尽量的给你快一点，看到我们这样取餐她尽量给你快一点了，就让你拿完了好走嘛，她知道你比较有 trip， 你的钱呢就这一个 trip， 你的钱是根据你这一个 trip 的，你等的时间再长你这一 trip 也就这么多钱，所以她尽快的让你拿到你要取的餐，这样的话你忙着你去挣钱啊。Chipotle 我不用讲了，以前提到过这件，最近又发生一件大事。对我来说啊，这条街因为非常的 busy， 没有停车的地方，你只能是停到这条街以外的别的街区去，那你就要走了。所以很多像我们这样取餐的人，他不想走，就停在街中间。这两侧的车呢，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中间空出一个地方来，就是相当于这个转弯的车道，但很多人就把这车停到这个转弯车道里边了，因为它这个一街二街之间的距离都很近了，所以都有那个转弯线，所以它把中间这条线，就中间这条线是转弯线，你这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中间是转弯线，不管往这儿转还是怎么转法，反而是转弯线，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呢停车很多都停在这上头。那天傍晚我正在 Chipotle 里边等餐， Chipotle 最近都很忙，等餐时间长，终于我拿到餐了，我出来了，麻烦了，外边红灯绿灯闪了，红灯蓝灯闪，警车来了，这条街上是严禁停车的，要不就是拖走，如果没有车主在附近就拖走，要不就是给一个 ticket， 你想一个 ticket 得多少钱吧，是吧，我一出来一看，警车就停了我前车的前面不远，警察已经下车了，冲着我车走过去，我赶紧跑了几步上车，想溜走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警察已经拿着电筒冲我的车里的照了，我只好把车灭掉等他过来。大家猜猜什么结果会发生，这个警察一过来以后，我说这个对不起 sorry sir， 他说I know you guys busy. I know you are making for life. 就是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在忙，你们在为这个叫什么呢？在挣钱，在养家。但是你们要注意 traffic， 这两边的 traffic 很多，你们不要来回取餐的时候不注意这个交通出现事故。再有，你离开你的车的时候要锁车，只是给了我这么几句话，哇，当时暖的我心里头。你这是经常关注国内了，国内的这种小商小贩被城管还被警察还追着打，不叫追着打了，追着跑，追着给罚单，甚至追着打。那在这边碰到这样的警察，你想我们这个，我的心是什么个心情吧？其他的可能
本地的这些干这个 deliver 的人没有这些感觉，我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感触太深。警察看到我们这些人，他真的是不会很跟我们为难，因为这条街上有很多要饭的，就是不干活的，就在这每天有个固定的位置，他们就来这要饭，要钱，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那么警察看着我们这些人，起码不给这个国家添乱嘛。我们自个儿在找食吃，我们自个儿在挣钱，不管是挣钱是什么目的，反正是你在挣钱，你在工作。而那些人不劳而获坐那儿要钱，我们这些人总比他们强吧。当然美国人可能不这么看啊，美国人觉得要饭的人要钱的人也是一种职业，人家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你无权干涉。我接受这个观点，但我总觉得警察给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样额外的好，我自个儿的心里的感觉是他是这么比的，我们起码不跟这个社会，不跟这个政府再去要这个补贴要那个补偿，我们在自己挣钱，在自个儿捞自个儿的生活嘛，是吧？所以这事儿真的让我很感动。再有呢，就是我说刚才提的这个要饭的，这个要饭的街上啊，我凡是碰到女的要钱要饭的，我会给，不管是给1块、2块、5块，我都会给。男的我都不给。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去要钱，你不去挣钱啊，不是有这个能力去要钱，你有这个能力去挣钱，你不去挣，你选择了这个要钱的职业。Fine， 你可以啊，但我不给，是吧？还有那个街边弹吉他卖艺吧，叫年轻人，这样的人我也给。这样的人他可能还是有他的梦想，不管是怎么样，他今天可能没有成功，但是他希望他靠他的艺术来换取他的起码今天这一顿的饭费还是怎么样，他在努力，那也是他的为未来在努力吧，起码是这么说啊。所以这些要饭的人我是分别对待的，要钱的人，有一个年轻的人，大概我看着感觉也就20岁出头，他就追着你要，你不给他好像你多大的心理愧疚似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大概有个40-50岁那么一个人，我没有他的记录镜头，就是嘿 come，他还叫你过去，过到他身边去，过来以后给我点钱。你说他这种人就这么，我不知道这样什么心理素质啊，对我来讲我很难做到这一步。当然叫我第一次我不知道他干嘛叫我，我以为要问个什么问题，我就过去了。他一这么说，我说 I'm busy on delivery, I'm delivery guy、啊、他一看这样他就算了，是吧？所以这是说这些要饭的在绿街上的。再往前的 McDonald 我几乎每天都去，不会去一次，而且是，所以跟里边的人也很熟，一个胖胖的姑娘戴眼镜啊，也非常友善，就是都熟了嘛，一见面冲他一打招呼，他会尽量的帮你完成快一点。我前面说就是你每一个 trip 你减少一点时间，你可以把哎，你可能在单位时间内可能正常的只能比方说15分钟你做一个 trip， 在他这儿呢他帮你减到12分钟、13分钟做完一个 trip， 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我就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你在这个上面混的人呢，不管是对客人还是对这个餐饮这些工作人员， You gotta be nice to everyone， 你对谁都要很友好，be friendly， 是吧？跟谁都热情的打招呼，人家也会跟你热情的去回馈你，就是尽量的帮你，是吧？让你的事情，让你的工作可以顺利的完成，顺利的结束。但也有那么让人不舒服的时候。我刚才说我们这个楼里有这绿街两边有很高层的建筑，几十层的。有一位女学生，我不说他是哪里人了，我从他的名字我能看出他是哪里人。他住在24层，每次送他的餐，他总是在那留言里
这个新建的大楼啊，它那个楼都有门禁的，你是进不去的。通常送这样的楼都是放在门口，它有两道玻璃门，放到第一道玻璃门的里边，那个餐都放到那儿就好了。他们会自个儿坐电梯下来取上去。但是每次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他总是要加一个留言里，你到了以后，给我摁我的房间号哪个哪个号，我会放你进来，你直接送到我24层来。每次他都这样留言，我碰了他2次了，我都直接拒绝。因为大家知道我这地方没法停车，我送到这儿以后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让我停到多远，我再走过来，我再给你送进去。我不惯这毛病，虽然可能我的服务意识不够强啊，但我也不惯这毛病。我到楼下我就直接打电话，我不能上24层，因为这个 pandemic，因为这 COVID-19，我不能上去。这个与双方都有规定，都不利。有可能我带着病毒呢，我刚才摸了哪儿了，接触到哪儿了，我再进到你的楼里，我要碰这个按钮，碰那个电梯，碰这个门把，所以我不进去。另外我就讲，我说公司也不让我们进去，就是从我们送餐公司的角度讲，也不让我们进去，所以 sorry，我不可以上去，我只能把这个餐还是放在这个门口。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还是他又给我是留的这个言，我说 still it's me，我还是不能上去，对不起，我还是只能希望你自己下来取餐，I appreciate 你自己下来拿，对吧？对不起了，感激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所以我就说呢，这事两边看啊，有的事情你尽量的 nice to everyone，但是这些人。你再 nice 没办法 nice 了，是吧？所以干这种活儿什么都有，尽量吧。OK，今天就聊到这儿，聊的时间不短了，太长了，这视频也没什么看。各位还是这样老话，保重身体，take care。